在咱们没有做理疗之前呢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咱们课程里边讲到了咱们这个肾吸油啊，咱们酸碱平的肾吸油呢，它呢就是说在我们做理疗的时候，它的作用很大。我跟大家已经讲了，咱们普通的一个按摩，咱们是靠穴位去刺激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我们要点穴位？是因为穴位是所有碱性元素的聚集点啊，因为这样的话去刺激这个穴位，能达到通经活络，然后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啊。那我们体液和我们的这个血液酸化之后，就靠我们穴位上的点碱性元素，然后去软化。可是我们今天再加上我们啊独特的配方，我们的这个高碱性的肾吸油，酸碱平肾吸油，这样的话聚集在所有穴位上，是不是比我们用手用传统的按摩方式出来的效果更好啊？因为它把所有的这个碱性啊高碱性都聚集在这个穴位上了，这是我们肾吸油的作用。肾吸油通过我们机器的一个作用，能起到身体的体液的一个酸碱平衡啊，这是它的一个功效。我们这个肾吸油呢，从 A1 到 A15， 然后一共是15款。 A1 的精油呢，是我们在做给患者在做身体的时候啊，是通经络用的。一般的这个是通经络，通所有的经络，我们用的是 A1 的肾吸油。然后 A2 到 A15 啊，就针对各种病症了啊，比如说心脏不好、肝不好啊，包括这个痛风啊，就是每一款都有每一款的适合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是 A1 到 A15 的肾吸油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我们 A1 到 A15 的按摩膏，和我们肾吸油它的功效是一样的啊。这个按摩膏呢，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？它跟我们的肾吸油功效是完全一样，也是高碱性的。那这个呢，按摩膏呢，我们呢在做的时候，第一呢就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，第二呢是帮助我们，本来我们这个肾吸油就是高碱性，然后再加我们高碱性的按摩膏，也是突出了一个通过穴位，然后靠我们这个碱性元素去疏通经络，然后软化血管啊，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功效。下面在用的时候呢，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使用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把这个按摩膏和肾吸油啊跟大家讲一下。下面呢，我呢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流程啊，一个做这个理疗的一个流程。第一步呢，我们这台仪器有三个极片。那这三个极片呢，这个呢是一拖二的啊，两个黑色的极片，这个呢是一拖一的红色的极片，这是三个极片。那这三个极片呢，这两个一拖二的黑色的极片是绑在受试者的脚后跟上啊。我们在绑的时候呢，必须要注意，就是把这个极片呢尽量的绑到患者的脚后跟，受试者的脚后跟啊，因为脚后跟的角质层比较厚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做理疗的时候，他没有不舒服的感觉。如果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呢，我们把这个极片绑到他的涌泉穴啊，脚心上啊，绑到涌泉穴上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所有的客户、所有的受试者都是绑到脚后跟上。当你在绑的时候呢，大家记得，我告诉大家，在绑的时候啊，尽量是让这个头啊朝下，冲着脚心。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这样绑完之后，当顾客翻过身来做前边的时候，避免呢这样绑着之后，然后过来把它剥了一下啊，都把它剥折了，然后损坏咱们这个极片。所以说我们在绑的时候呢，尽量是这样去绑到脚后跟上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医用胶布，极片呢我们是对着它的脚后跟，然后用这种医药胶布啊去做一下。那医药胶布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回去之后用那种松紧布啊，然后做一个小套套啊，那样的话呢不是说特别的安全。这个医用胶布呢，我们在粘的时候，如果患者啊感觉电流不适的时候，他会自己一用力蹬下去了，这样的话是很安全啊。所以说呢，我建议大家用这个医用的胶布，然后把它缠到脚上啊，尽量的我们绑的稍微结实一点。
可以跟大家这样讲，如果我们在市场上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方便，没有这个胶布的话，你的就可以啊，然后把他那个袜子脱到半截，然后呢把这个棘片呢塞到他的这个袜筒里边，然后他的袜筒勒上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呢是越紧越好啊，越紧越好。然后呢这个棘片呢是我们操作者呀放到脚下的，这个棘片放到脚下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用一条毛巾啊，这个毛巾呢，然后呢我们要必须要用白色的毛巾，纯棉的啊，吸水性最好的，然后把它截成七厘米长，这样的话呢把它叠成了三叠啊，把它叠成三叠之后呢，这个面让它朝下，这个平面朝上，如果它在上面的时候电流是感觉不一样的啊，回去你们之后你们试一试，把它放的时候呢，这样这边留着一只脚的位置，这边留稍微长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这只脚右脚啊好控制电流，那这个呢如果电流不够大的话，我们这只脚再上去，两个脚上去的这个电流是完全不一样，跟一只脚不一样啊，这样的话就是再还有一个什么优势，就是两个脚啊一块踩，两个脚一块踩呢也是避免了我们的突来一个粗细腿啊，啊你经常用这一只脚这个腿去踩，踩来踩去你的肌肉都收缩了，然后你的肌肉很结实，那你这个腿呢你不经常去踩的话，你这边肌肉就放松，所以说到最后造成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，这个咱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做调理的时候啊，我们一般呢这个电流掌握在三档至四档之间，不建议大家用大电流，不是说电流越大越好，也不是说我们调理的时间越长越好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在讲原理的时候，包括注意事项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啊。一般呢我们是在四档，在四档呢为这个客户做调理，调理后背的时候在四档，然后在调理每个部位的时候，它的电流适合度都不一样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灵活掌控这一块。那咱们呢先做的第一步，不管是什么病，不管是什么病症，那我已经给大家讲了，不管什么病症我们首先是要通督脉，是不是？那督脉呢就是咱们后背啊，就是后背从大椎然后一直到长强穴这一段为我们的督脉，这个督脉不单单是到的地方，人体的督脉它应该是到我们的嘴巴的上嘴唇内侧，这为督脉，然后从上嘴唇内侧往下是任脉，这是一个交接点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做的大椎，做的大椎和长强穴，然后呢颈椎这七节呢，我们做头部的时候再把它接上，然后我们下面做腿的时候都是一部分去做，后边呢现在我们做的是后就背部啊，我们做的背部就是先通督脉。我们在通督脉的时候，第一个环节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是不是要用我们的这个肾气油和按摩膏啊，然后让受试者呢裤子稍微的往下稍微的松一点儿，然后第一步呢我们先用按摩膏，那肾气油呢我们用的是 A 级，刚才我已经大家讲了是不是 A1 啊，那好了我们要选用 A1 的肾气油，A1 的肾气油放到这地方把它拧开。好了，我们第一步先在我们手上涂上一点我们的高碱性的按摩膏，涂到我们的手上啊，操作者的手上，这样在手上把它抹匀了，目的是呢就是说让它就是湿润一下我们的手，然后避免我们的手很干，给顾客做的时候它会有一种针扎的感觉，尤其是春天和秋天的时候。然后再一个呢也是刚才我讲的两个原理，两个高碱性聚集到这个穴位点上，是不是更强的去打通经络软化血管，所以说呢当涂按摩膏之后，然后我们第一步是上的 A1 的肾气油，当肾气油的时候不要把它涂得太多啊，均匀的把它涂到后背上，然后快速的给它打开，因为咱们 A1 的肾气油啊它有一种这个热感呢啊，灼热感就是会烧着皮肤，不断的在皮肤上停留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说我们用手啊赶紧去打开，当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脚底下是不踩垫的啊，脚底不踩垫，然后等它完全吸收之后，因为我们手上已经涂了按摩膏，是不是我们手上不会吸的我们这个肾气油，然后所有的肾气油都吸收在受试者的身后背上了，它吸收它的动脉里边，然后完事之后呢我们用两个手上去之后再给它扶平一下，因为我们手上有我们的高碱性的按摩膏，然后把后背给它涂一下，如果皮肤特别干的人你呢可以再给它上一遍按摩膏啊。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开始做一个调理，
第一步呢，我们双手啊，右手搭在大椎穴上，左手搭到长强穴，也就是尾骨啊，长强穴上。这样手搭上去之后呢，我们脚底下呢，慢慢慢慢的去给垫。搭上之后，脚底下慢慢慢慢给垫，是一只脚给垫啊，不要两个脚都上去。您只要试垫的，试一试这个受试者啊，就让他感受一下这个电流能不能接受，然后脚底下慢慢慢慢去给垫呢，以点刺的方式啊，这慢慢去给垫，然后感觉电流小的话，你的脚再慢慢的往棘片上挪动啊，一开始你是踩到毛巾上，然后慢慢的你往棘片上挪动啊，这样的话给他一个适应的感觉，他能接受，你也能接受，这个电流刚刚正好，不是说，有的受试者啊，他这个地方有病灶。然后他就会感觉说没有电流啊，然后你就完全的往上长电流，这样的话不好，所以说是你和他都适合那个电流啊，你能接受那个电流是最好，慢慢慢慢去给他试电，试完电之后好了，右手和左手滑动到命门穴，到命门穴之后两只手在这地方，这也是试电，然后问一问受试者这个电流能不能接受，这个电流可以吗？可以。受试者感觉可以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啊做我们的第一步调理。第一，右手大椎点大椎，左手去摸的是风池穴，然后我们的手脚慢慢慢慢去给垫，这样在这停留一分钟左右，啊，慢慢的停留一分钟左右。那这个目的是干嘛呢？就是让这个脑血管，尤其是上点年龄的人，脑血管可能会脆弱，体液酸化严重，血管也酸化严重，然后让他的脑血管脆弱，如果我们上来之后直接做调理，可能他会接受不了，所以这样的话先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，让他适应一下啊，让他适应一下，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，让他适应一下。当完事之后，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做大椎穴。大椎是所有穴位的一个总统领啊，然后我们在大椎穴上做圆揉，用逆时针的手法。圆揉就是用我们的手，中指、食指和明和我中指、食指和无名指三个手指的手指肚为触点，然后按压在这个穴位上，按压画圆啊，这为圆揉法。然后圆揉法呢，起到一个舒筋活血的一个作用啊。舒筋活血的一个作用，这样的话呢，慢慢慢慢去揉大椎，以男士36圈，女士24圈为准，用逆时针的手法。然后我们的目的是把大椎啊做热啊。那我们做完36圈之后，好了，我们的手在这停着不动，然后做一个点刺，完事之后我们。双手从大椎慢慢慢慢的往下滑行，以疏通这条督脉为主，动作必须要慢，因为我们靠的这个滑指法呀，是让我们身体里边这个带电不正常的细胞让它带电，然后呢让排列无序的分子重新排列，这是我们滑指法的作用。这个速度呢，我们应掌握在初学者呀，可能掌握不好。然后呢，就建议你们呢，掌握在就从大椎到长强穴，心里默默去数50下啊，1、2、3、4这样数，数到50的时候，刚好走到长强穴。到长强穴之后，我们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做点刺9次。啊，因为这是个男士，点刺9次，女士是8次，然后我们做一个点刺。那点刺呢，目的是干嘛呢？第一，激活细胞；第二呢，就是为了是把条经络呀，在短时间之内也疏通开啊。那我们做点刺，做9次。点刺的时候是你的这个脚后跟慢慢慢慢的去触及棘片，然后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往下踩。啊，到最后一直踩到底，让他的这个电流感觉一开始在皮肤上，
然后随着我们慢慢往下踩，这个电流呢是透过皮肤慢慢慢慢渗透下去，直达气脏啊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然后男士九次，女士八次，刺激肠髎穴。当做完九次之后，我们回去的时候电流要轻，然后手法要快，因为下去的时候为泻，电流要大，手要慢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为补，然后电流要慢要小，然后要快，速度要快。在大椎这儿做点刺，两次点刺，好了，慢慢慢慢的滑行往下走。因为当我们人体的体液酸化之后，然后细胞的代谢就不会不正常，当细胞代谢不正常的时候，细胞内的分子也会排列不序，然后我们呢就通过我们滑脂法让细胞和分子重新排列，变无序为有序，这是我们做滑脂法的目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下去再上来，这为一次，然后男士九次，女士八次啊，这样去做。当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大家记得掌握的要领啊，这个手指在按着走的时候，大家能看一下啊，我的这两个食指永远是在上边一个下边一个啊，在上边一个下边一个，然后我这两个手指是滑着走，然后这两个手指是永远在这个这个大椎啊，这个骨头两边啊，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这个督脉上有神经啊，所以我这两个手指是扣着这每一节的这个关这个